现在这个高科技的设计，而且对人类之间的关系，对社会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刻太关键了，因为咱们科技的速度远超于咱们人真正去理解个人的和人类的需要，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我们现在虽然用了新科技，我们不过永远是不想忘记历史里面的一些音乐乐器，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很珍贵的东西。艺术并不是一个奢侈，这是一个真正是人灵魂精神上可能需要的一个东西，才能作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吧。我叫王葛，我是斯坦福大学的副教授，我的研究是在计算机音乐、计算机科学和设计的这个交叉点，有研究和设计包括玩具、游戏、工具、编程性语言和社交工具，都用来去演奏音乐或者玩音乐。我也是 SMU 公司的创始人，而且是斯坦福的笔记本交响乐团的指挥，我最近呢写了一本书叫 Artful Design， 现在我觉得我的研究主要是在现在这个高科技的设计，而且对人类之间的关系，对社会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刻太关键了，因为咱们科技的速度远超于咱们人真正去理解这个咱们个人的和人类的需要，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这个主要是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很多研究项目同时走，最近我们还在做这个笔记本交响乐团，这是设计新的乐器，然后用这乐器来去设计新的一些作品，然后去演出。这两年我又开始了一个我们这个虚拟现实的 VR Virtual Reality 的这个研究和设计的实验室，叫 VR Lab。 所以这个 VR Lab 我们去来探索这个 VR Virtual Reality 它的就是说艺术价值、音乐价值和社会价值，来去探索这些不同的方面。因为咱们像我说的，现在这个很多这个科技真是太新了，所以咱们这里不但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有时候连问题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现在我们在尽量去能静下来、慢下来，来去问一下这些，找到这个最好的问题来去问。同时也在设计，也在用这些新的科技来做新的东西吧。在我们中心，比如说这个 VR， 现在我们在设计新的乐器，在 VR 里面问的问题就是说，哎，在 VR 空间里边，什么叫演奏音乐？怎么能一起演奏音乐？而且在这个 VR， 这个是一个非常孤独可以说的一个空间吧，因为你一旦你戴上这个眼镜，再戴上耳机，你已经似乎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了。不过这个人和人之间这些就是来往，对人来说是不可无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想怎么能在 VR 里面能让人和人之间一起来演奏音乐，所以这都是我们一些研究的题目吧。说我们做这个研究，不管是音乐还是艺术还是科技，都得把人的整个身体的所有的这个感应都应该设计进去，对吧？不只是能看到的、能听到的、能感觉到的，比如说你要设计一个乐器，这三个东西、这三个空间都需要想过。比如说，如果我去弹一把吉他，这个不只是个吉他出的声音，是一个吉他手他在一个手里这个吉他的感觉，其实对这个吉他手是非常重要的。小提琴、大提琴、笛子都没有两样，都是就是这个东西的感觉、手感，可以说或者整个它的。这种也需要去设计，因为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有新的一些 VR 的手套，让你能感觉到，你如果在虚拟现实里边抓起一个球，它会往你这个手指的往后拉，好像就觉得你前面有东西似的。所以现在逐渐也是，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新科技给人一个新的一些新的平台来去探索自己。我觉得跟现在这个科技，我觉得。一部分是的确是想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另外一面是真正是给咱们一个新的一些方法，一个机会来去探索自己，可以说是更可以说哲学化。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同时也是用它怎么能让它能给咱们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工具，因为人虽然需要解决实际问题，不过
只光解决实际问题，我觉得人活着还是，咱们都觉得活着会有很没意思，对吧？咱们人和人之间都需要一些可以说没有应用价值，不过有审美价值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音乐。现在我说音乐虽然可以说是艺术，可以说是一个无用的东西，没有应用的东西。不过，比如说你跟我说你从一生以后不许再听音乐了，那我肯定不干，而且我也许会牺牲一些我应用的一些需求，我可以说我不要这些了，我宁愿饿一点，我也不想失去音乐，不想失去艺术。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估计都可能都有让他真正觉得，就是说可以看你这个人的价值观吧。我觉得音乐就是个价值观之一，所以我觉得艺术并不是一个奢侈，这是一个真正是人灵魂精神上可能需要的一个东西，才能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更完整的一个人吧。有时候觉得一种，可能英文，比如这个书，这个是叫 "Technology in Search of the Sublime"， 就科技寻找一个更高的一种概念吧。这个不知道是神还是人，不过这许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层次吧。就说神也许在审美学里边是一种很高、更最高的境界，对，不一定是真正是神，也许是一个就是说真正对美的一种或者对真理的一种认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比较抽象的概念，不过我觉得真正把科技做好，中间是应该有真理的，应该是一个正的而且有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才能真正是一个可以说是有艺术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就算能用计算机或者用人工智能来去模拟我去比如说去做饭，也许这个大部分时会很有用，有应用价值，不过对一个喜欢做饭的人，他不愿意去失去所有他的自己愿意动手去做饭，因为动手做饭它本身有一种价值，对吧？所以跟音乐一样，就算一个电脑、一个计算机、一个 AI 能去模拟出一种交响乐，不过就算而且甚至这交响乐比我能去做的比我还好，不过有时候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去动手来去真正去做一个作品，因为这个它不只是一个产品，它还是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艺术而且生活其实不只是个产品，应该也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个体验，这个体验应该是有价值的。乐器永远是需要科技的，所有乐器不管是几千年的乐器还是比如说钢琴、小提琴或者埙或者乐器，你任何乐器其实需要科技的。现在计算机只是咱们现代的一种科技，不过原来木头、铁弦、塑料弦这些尼龙弦，或者去学到一个就是说怎么能用一个比如说吹的一个空间一个埙把它能调成不同的音高，这个都需要科技，需要科学，对吧？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虽然用了新科技，我们不过永远是不想忘记这个历史里面的一些音乐乐器，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很珍贵的东西，整个就像历史学一样，就是说真正能你学历史你才能真正意识到就是说咱们怎么到这来的，对吧？就算几千年的乐器绝对是给我们来带来很多灵感，比如说包括这个埙或者陶笛，这可是很古老的一个乐器了。有些人说我是做计算机的，有人说我是做艺术，有人说我是做设计的，我又都是，我又都不是，甚至还有人说我是做哲学的。其实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多方面有兴趣的一个人，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有密切的关系，哲学跟设计是分不开的，历史跟设计跟科技应该也是分不开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艺术像你刚才说的，也许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镜头，跟一个跟相机上一个镜头一样，用它来去看生活、看世界、看人，看的东西还是那个东西，不过你的看的方法不一样，这个就是一个艺术的镜头。然后用艺术镜头，我觉得
看科技与人的这个关系，我觉得也许能告诉咱们更多的一些，咱们真正从科技里边到底想得到什么东西，科技怎么能帮助人来去提高对自己的一些认识，通过兴趣带来一种意义吧。我觉得设计永远是一部分，是说咱们如何活，这是一个比较应用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它会回答咱们人如何活得有意思。所以我做设计的研究，我觉得这两面都很重要，而且怎么能把它结合在一起，这个我觉得是真正设计和现在科技的设计的也许是最大的挑战吧。